係呢件咧係可以前後兩面著嘅。Alison 咧就著咗一個蝴蝶結喺前面點綴嘅效果。咁其實咧佢係可以自己索鬆緊嘅。咁所以烏低身咧都唔會話走光，好安全嘅。咁我哋睇下佢好 QQ 嘅手袖位置啦。佢做咗一個 3D 立體嘅，咁令到你個膊頭咧，咁啊睇落去橫啲、直角啲啦。咁啊個頭仔嘅比例就會細啲咯。咁另外咧，佢個手袖位啦，仲要係有橡筋嘅，咁啊唔會話箍得好緊，個包容性都好高，所以都幾收二頭肌，亦都顯到我手臂好瘦嘅。係，另外佢成條裙咧，其實個都係鬆型啦，同埋有袋嘅，個質料咧都好輕薄，得嚟又好挺身，所以都好啱夏天嘅。另外，如果咧你係將個蝴蝶結啦著喺後面嘅話咧，就會有小露背嘅效果，前面就會變咗一個一字領都好靚。你可以好似佢咁樣簡單襯對平底鞋，又或者再加對波鞋 Converse 咧，都已經有一個可愛嘅小公主感覺，仲好方便添。